他说我爸是演艺圈的常青树，但在我眼中他是摇钱树。他在民进党当立委，他一直想知道我跟台湾谁会先努力。我爸这辈子教我很多，他教我最多的就是叫宝。我希望我女儿争气点，不要跟我一样是靠爸主，去靠阿公。我爸是于天，我爸是于天，我妈是李亚平，我妈是李亚平，我是天秤座的，我是天秤座的。我妈说他们夫妻已经很久没有性生活了。我妈说他们夫妻已经很久没有，你干嘛这样看我？已经很久没有性生活了。我妈现在是叫天天不应。我妈现在是叫天天不应。大家说我爸是演艺圈的常青树。他说我爸是演艺圈的常青树，但在我眼中，但在我眼中他是摇钱树，他是摇钱树。我爸在民进党当立委，他在民党当立委，他一直想知道我跟台湾谁会先独立。他一直想知道我跟台湾谁会先独立。我爸这辈子教我很多，他教我最多的，他教我最多的就是教宝。就是教宝。上周日我跟朋友去唱 KTV， 大家都嫌我唱歌很难听，这是我毁掉的第二个快乐星期天。这是我毁掉的第二个快乐星期天。我也想成为能养活父母的星二代。像是蔡桃贵，我女儿快出生了，真的。我打算把她培养成新三代。因为我不想当新据点。我希望我女儿争气点。不要跟我一样是靠爸主。去靠阿公。最后，我想对外面的黑衣人说，我今天很开心。你们不用冲进来了，谢谢大家，我是江璇，拜拜。